在咖啡店里遇到一个很好看的小姐姐，兄弟，我感觉我要恋爱了。妈，我看到后面，我觉得看得清楚，不错吧？可以的呀。考生过来，我们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好，谢谢。走。Later。好，那不是上次那个小姐姐吗？啊？他还住我们小区吗？算了，我还是走吧。你们两个哪一栋啊？鬼鬼祟祟。你们两个。小姐姐，你听我解释，那天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对对对，我可以作证。这种事情谁会承认啊？照片呢？删了没？我看看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呀？你管我？那你叫住我们两个干嘛呢？你们两个在这鬼鬼祟祟的，谁知道你们办什么好心啊？你是保安吗？啊说了没有吧？真是，你不会真把他身上？怎么可能啊！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，给你看看。哎呀，谁看的嘛？这什么？他微信。